男孩走进一间木屋，却无意间发现几颗带血的人类牙齿。就在他不明所以时，身后突然出现一只面目狰狞的怪物。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对方的样子，阿伟救下的夺门而出。他误以为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，于是就用狗狗威胁他赶紧离开，否则就要放狗咬人了。然而对方却无动于衷。阿伟见状，果断解开狗绳，却并不知道这个举动害了狗狗一命。狗狗刚钻进小屋，就传来一阵凄惨的狗叫声。 下一秒，木门被打开，一颗狗头竟然从里面扔了出来。阿伟顿时就慌了，他赶紧跑进屋里，打开抽屉，拿着一把小刀防身。不料弄出的动静却引来了爷爷。爷爷看到打翻的抽屉，二话不说就对着他一顿臭骂。阿伟只好把小屋里有流浪汉的事情都说了出来，还说他的爱犬已经死在了对方的手上。爷爷听后随即呼喊狗狗的名字，发现果然没有得到回应，于是就抄起家伙来到小屋外，看着地上的狗头，爷爷瞬间怒火中烧。他势必要让杀狗凶手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可呼喊几声之后， 对方依旧没有要出来的意思。爷爷不顾孙子的阻拦，直接打开木门冲了进去，结果跟刚刚的狗狗一样，没进去多久就传来惨叫声。阿伟胆战心惊的打开木门，只见爷爷浑身是伤的倒在门口，他刚准备伸手去救，下一秒又被拖了进去。 孝顺的阿伟已经顾不上爷爷的安危，为了不让里面的东西跑出来，他果断用木棍把木门卡住。接着再用狗链牢牢地绑起来。可刚缓一口气，一滩血液突然从门缝底下流出，看来爷爷已经完全死透了。于是他赶紧回到屋里，从冰箱里拿出一罐爷爷生前珍藏的啤酒压压惊。他本打算报警，可一想到自己没有成年，爷爷的死肯定会让他再次回到福利院，于是又打消了这个念头。但为了安全起见，在天黑之前，他还是用木板加固了木门。当晚，阿伟彻夜未眠，为了搞清楚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。 第二天一早，他就再次拿着棒球棍靠近小屋。这一次阿伟终于看清楚了怪物的样子，并且从他害怕阳光的特点来看，很明显就是一只吸血鬼。然而就在他惊魂未定时，小帅突然来到了这里。他是阿伟在学校里最好的玩伴，看样子又是被校霸大壮几人欺负，找阿伟来寻求安慰来了。可眼下最重要的是小屋里的吸血鬼，他一脸严肃地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小帅。小帅一开始是不相信的，但看着阿伟认真的样子，还是决定亲自去确认一下。 阿伟见状，赶紧用铁皮把缺口补上，再用木板进行加固。可小帅知道真的有吸血鬼后，不但没有感到害怕，反而想利用这只吸血鬼来惩罚欺负他的校霸。这个想法瞬间就遭到了阿伟的反驳，因为校霸固然可恨，但也不至于要了他们的命。小帅表面上答应不会这样做，可离开时的表情却并没有这么简单。晚上躺在床上的阿伟查阅了大量有关吸血鬼的资料，得知他们的弱点后，天一亮就拿着电钻坐在屋里，开始不停的钻洞。随着一道道阳光透过小洞照进屋里，里面的吸血鬼发出了痛苦的惨叫。 证实这个方法有用后，阿伟便来到屋里，想办法跟他彻底做个了结。不料这时，小镇上的警长却突然敲响了房门。原来是镇上的一家农场发生了怪事，里面养的几百只兔子全部都莫名死亡，就连农场主都失踪了。因为阿伟的爷爷曾经跟他有过恩怨，所以警长才特意过来调查。可阿伟对此也不清楚。 为了不让警长知道小屋的事，他只好谎称爷爷暂时不在家，还以上学为由把警长打发走了。随后，阿伟来到学校，又因为校霸大壮欺负他的女神阿珍和大壮大打出手，没控制住情绪的阿伟不小心多打了几拳，幸好老师及时过来制止。而老师也早就察觉到阿伟最近有点不对劲，本打算叫他爷爷过来开个会，但却怎么都联系不上，所以又把警长叫了回去。听到这里，阿伟顿感不妙，赶紧马不停蹄地往家里赶去。很快，警长就提前一步来到了他家，结果发现他爷爷依旧不在家。警长本 想坐在门口等他的爷爷回来，却突然听到小屋的方向传来响动，于是立刻就走了过来。看着木门被牢牢锁死，警长猜想里面肯定有问题。这时木门突然被撞了一下，瞬间让他年轻了几十岁。没想到吸血鬼还会说话，警长以为是阿伟把爷爷关在了里面，于是毫不犹豫地上前实施救援。见铁链打不开，他就举起了手枪。阿伟刚回到家，就听见一声枪响，他赶紧跑过来阻止。可警长却把枪口对准了阿伟，从他慌张的表情来看， 警长更加确信了自己的猜想，就是阿伟将爷爷关在里面的。无论阿伟怎么解释，警长都死活不相信。毫无意外，警长直接被卸掉一只胳膊，当场拖了进去。没想到事情会越来越严重。就在阿伟不知道该怎么办时，大壮也来到了这里。刚刚当着同学的面被打得这么惨，他势必要找回场子。眼下阿伟没时间搭理他。
可大壮却不依不饶。就在他掏出武器准备来个暴击时，小帅却突然捡起警长的手枪出现在身后。大壮见状，顿时就怂了，立马跟他道歉，表示平常只是开玩笑而已。可经常被霸凌的小帅又怎么可能会轻易放过他？而面对大壮的求饶，小帅不仅无动于衷，还威胁他自己走进小屋里。大壮刚走过去，就看见了警长的手臂。他瞬间意识到屋里有什么可怕的东西。阿伟想要阻止，但此时的小帅已经失去理智。大壮迫于无奈，只能按照小帅的吩咐去做。阿伟准备上去搭救，只可惜已经为时已晚。 愤怒的阿伟上前抓住小帅，怒斥他是杀人凶手。可下一秒就被小帅打晕。等到他醒来时，只看见女神阿珍，而小屋的门却是被打开的。看着地上的胳膊，阿珍也年轻了几十岁，来不及解释，阿伟赶紧拿着木棍走进小屋里，想看看大壮是否还活着。结果却看到了变成吸血鬼的小帅，而那只罪魁祸首的吸血鬼已不知去向。此时外面的阿珍看到这一幕，瞬间被吓得惊声尖叫起来。阿伟本想叫阿珍赶紧走， 却不小心被吸血鬼扑倒在地，他果断用手中的木棍插进了对方的腰子，接着把吸血鬼拖到了外面。在阳光的炙烤下，吸血鬼很快就变成了焦炭。阿伟见状，赶紧用白布将尸体盖住，然后跟阿珍一起抬回了小屋。眼看夜幕即将来临，为了防止晚上吸血鬼再次来袭，两人回到屋里，找来所有能用的工具，把门窗进行加固。做完一切后，天色也暗了下来。 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响起敲门声，原来是大壮的两个小跟班。因为见他迟迟未归，所以就找了过来。阿伟叫两人赶紧走，说这里很危险。可卷毛却不以为然。此时，另外一人察觉到了不对劲，但正要离开就被吸血鬼拖了上去。卷毛看到这一幕被吓傻了。阿伟两人只好放他进来。可没过多久，他们就听到屋顶传来响动。为了防止吸血鬼从屋顶爬进来，三人赶紧来到二楼查看，并且开始分头行动，以确保每一个房间都是安全的。可很快，卷毛就被吸血鬼袭击了，同时另一间屋子里的阿珍 也被吸血鬼抓到了阁楼。听到动静的阿伟赶紧冲出房间，却被两只吸血鬼挡住了去路。正是卷毛和他的同伴阿伟，只能再次返回房间，赶紧给喷子装填子弹。在对方即将破门的时候，直接一枪解决了两只。随后，阿伟又循着阿珍的尖叫声，一路追到了阁楼。可这只吸血鬼并没有那么好对付。 在阿伟开枪的时候，瞬间上前夺走了喷子。虽然阿伟早有二手准备，反手一斧头砍中了对方，但并没能造成致命伤，反而被一脚踹开。就在吸血鬼抓住阿伟的时候，阿珍捡起地上的喷子对准了他，吸血鬼一把将阿伟甩开，接着朝阿珍步步紧逼。一枪下去，吸血鬼依旧没有倒下。此时枪里的子弹已经打光，危急时刻，阿伟拿起一把飞刀。 You die, asshole. 不料却不偏不倚地插中了阿珍，这波操作让吸血鬼都懵逼了，直接上前再次抓住了阿伟的脖子，最后还得靠阿珍用斧头砍下了吸血鬼的脑袋。在电影的最后，两人把所有尸体放进小屋里进行焚烧，从此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。